日前人在法国拍戏，不过他也不忘抽空向粉丝们分享当地的生活日常。近日他就po出一段在法国餐厅用一口流利的法文点餐的影片，只见影片中刘品言顶着一头及肩长发，穿着格纹衬衫，即使没有华丽妆容，肤质和气色依然保持绝佳状态。而当服务生到一旁时，他自信用流利的法文点餐，过程中有说有笑，浑身散发出优雅风采。不少网友看到影片后都对于刘品言的法文实力赞叹不已。事实上，刘品言2007年曾飞往巴黎留学，但隔年因为母亲身体出状况而赶忙回台，直到2009年才返回法国继续留学，也因此能说出一口流利的法文。